真爱密码五路财神系列。这一尊直神边奇猛虎的是中路财神赵公明，他是我们俗称五财神的五路财神之首，他能助你商场冲锋无往不利，适合业务销售人员。这一手拿古钱，一手拿如意的是东路财神萧生，代表如意在手，财富自由，他能助你理财投资顺心如意，适合投资股票商业投资的人。这一尊手拿算盘的是北路财神姚少思，他代表神手精算，收支两全，他能助你开店收银，大发利市，适合开店及做生意的人。这一尊手捧金元宝的是南路财神陈九公，代表金元宝财富到，他能助你财运亨通，稳赚顺心，适合想招财改财运的人。这一尊捧着聚宝盆的是西路财神曹宝，代表奇珍异宝皆具金盆，他能让你创意灵感尽奇在我，适合设计创新艺能演出的人。五路财神五尊都还有手链的款式哦。